每逢暑假都是不少艺人冒特而推出写真集的好时机，就连台湾艺人林依晨都趁着这个好机会推出新碟和写真集。在热辣辣的日子，大家可能都好期待见到艺人在写真集入面大派冰淇淋，但是依晨就说，如果大家真的这样想，他就应该会令到大家失望了。哦，那可能大家要小小的失望咯，性感是有的，但是呢这个露的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胸前，可能就是腿啊，或者是手腕啊之类的。你可以接受比基尼的照片吗？应该没有办法哎，对，因为这个，那一方面我还是希望。我是把它归类在比较私密的部分啦，让可能以前出道的时候尝试觉得挺别扭的，然后心里也不太舒服，不太自在，所以后来就没有再尝试。是让男朋友看吗？未来的in a long long future 除了推出新碟写真集之外，最近亦有报道指伊晨在下半年将会回归拍摄台湾偶像剧。我非常想要拍戏啊，因为我已经快两年没有接触到戏剧了，然后除了舞台剧以外，那今年下半年一定会有戏开拍，也不知道是电影电视剧，不过应该这一个月一个多月会确定，因为都在谈。对，而且这一两年我经历了挺多事情，所以我相信演出来的感觉会很不一样。是不是有机会跟 Jerry 再拍？我觉得其实报纸上写的那些人选都非常的有可能，然后我也都很期待合作，可是我人只有一个，所以当然很期待，那时间总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吧，该合作的话缘分到了就会是你。以晨有一段时间没拍偶像剧，自然就成为抢手货啦。好像又有传闻说他会火拍 Super Junior 的崔始源和李东海合作另一套剧集，那个也在不确定之列。自己想不想啊？想啊，因为他们两个都人很好相处，然后其实都很敬业。我跟他合作的那一天，他们其实也都熬夜好几个，就是已经熬夜了，然后连续工作好久了。一晨的韩文都 OK 吗？现在最近有想要找我的这个可能韩文系毕业的学弟学妹们来当我的家教，然后 pick up some 一些以前打下的基础这样。久未同香港 fans 见面的 Eason 呢日吸引大批 fans 到场支持。 Eason 表示平时都会上网睇下 fans 嘅留言，仲会。